不要丢啊！我丢的话呢，会那个会有事情。我丢的话，我下次来不了，是吧？没关系。啊，快乐的时光过得总是特别快，又到时候说拜拜。 拜拜以前，有一些朋友必须感谢。当我念到这些朋友的时候，请你们给予他们最热情的掌声，好吗？谢谢。感谢，感谢维喜文化，谢谢，感谢。 大国文化，感谢易上春文化，谢谢，感谢飞跃文化，好有文化哈，感谢雅文贝优。 这个有点长啊，来，我必须在那里。感谢杭州尊兰钱江豪华精选酒店，我住这里啊。待会儿就搬走，开玩笑。感谢杭州维秀主题 KTV， 待会儿回去换场。 感谢浙江广播音乐调频，感谢都市快报新媒体，感谢唱片公司华纳音乐，感谢经纪公司喜鹊娱乐，以及最重要的。 今天远道而来，辛苦前来，不慌不乱，不论下雨还是晴天，不论白天还是黑夜，都愿意来到现场支持我的，谢谢。